JMT 극장 두근두근 극복기 몰아보기 지금 시작합니다. 모절진의 신녀로 10년간 일해온 천호는 그동안 쌓인 것이 폭발해 사직서를 써 향랑에 넣고 다닌다. 我和小雨关系很好。辞呈，哎，穆绝尘，本姑娘烦死你了！从此我们生不相见，死不续缘，爱咋咋地。这事儿，我已经严厉的批评少庄主了，他也意识到自己错了。 吹吧，你就少庄主因此准了你的假。明天呀，好好的休息一天，过一个完美的生辰。小笛子，小笛子，出大事了！你的意思是，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还有三个时辰，重新安排。穆绝尘，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모절진은 천허가 서신을 보냈다고 오해하여 언어신경에 담겨있는 모든 과정을 다 밝히로 결심한다. 说吧，哪儿错了？没跟你道歉，我说信错了。信？嗯。他为何要离开我？再亲自去给小笛子道歉。解了风明穴道，还要我给小雨道歉？啊？你当我是什么人？ 这明明是一个吻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偏偏上升到尊严呢？睡了吗？少庄主，有些事是时候告诉你了。什么事这么着急，要把各大门派的掌门都叫来？我想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个人。何人呢？千羽。孩儿请求父亲。 答应我二人婚事。 모절진은 천혼산장을 떠나겠다는 천호에게 열흘간 생각할 시간을 주기로 한다. 我在外面，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你只要同意，本少庄主便给你十日自由。十日之后，如果你不反悔，我便成全你。那你我现在便起誓，十日之内不得相见。如有违者，永世为仆。少庄主，少庄主，少庄主，小笛子。 他来道歉的话，便告诉他，少庄主，我会考虑考虑的，兴许我会原谅他。属下的意思是，小笛子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了。属下是猜呀，您一定是得了一个感觉时间被拉长了的怪病。不可能，没有我，便阳光明媚。是不是突然觉得阳光普照？你是谁？ 你是谁？为何会有小雨的衣服？ 터너가 음악 대회를 연다는 소식이 천우성에 퍼지고 모절책도 대회에 참가한다. 胡闹！他是疯了吗？竟用如此手段逼我现身！小雨啊，不得不说，你这招真是太狠了，拿自己当噱头来找你的小哥哥，太刺激了。你也要参加不成？如若为兄有这般与你看齐的机会。 自然是愿意一试了。你是这家店的老板，有话快说。穆大侠，难道甘愿一辈子被你二弟踩在脚下吗？放！如若我能赢得这次比试，希望与您达成一个交易，助你一统江湖。什么？沈明兄，你小子正在破解小笛子的音律，您再不来，可沾就没有了。我输了。 모절진의 애정 공세에도 천원은 좀처럼 마음을 열지 않고 모절진에게 작별을 고한다. 小笛子怕是铁了心要给那小子走，您要是再不阻止，可真就来不及了。这都打烊了，还有人来？穆少庄主，这是？这是20万两，这整个酒楼，我们少庄主买了。沈大哥，我们走吧，去别的地方住。 这下附近便没有借口，不成我运心绝了。本来打算今晚再跟你告别的，既然如此，不如现在说吧。我打算和沈大哥离开天佑城，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可能是永远吧。别等了，少庄主他们昨夜去讨伐断刀门了，快来！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哎，放心了，少庄主那么厉害，区区断刀门不足为惧的。
천하는 모절진이 던진 눈뭉치에 맞아 정신을 잃고 모절진은 천하의 꿈속으로 들어간다. 这回可真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了。可不是吗？又白忙活一场。你不是会搜魂迷之法吗？让他不记得。妙，虽然可以通过强化梦境的方式来修改记忆，但是你可千万别自己。快点！还想再要一次？这门都没有。 不是呀，不是没要到吗？我讨厌你。好像变得更加糟糕了。还真是的呢。你说的对。即便你我相处10年，我也还是不懂你。对不起，不会再强迫你做任何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정자가 무너지는 순간 천허가 술에 취한 모절진을 구하려다 부상을 당하고 신명수가 둘을 구한다. 未婚夫? 我不答应! 只属于我. 少庄主! 小雨!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搞得神魂颠倒，父亲堂堂千运山庄少庄主 竟然被一个小民给救了，你可真给列祖列宗长脸了。但如若我之后成为庄主，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这是什么？你原名叫公叔羽，是幽幽谷公叔一族唯一的后人，凶手是为了公叔家族的心法，永英心经就在乾云山庄。我只是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我最信赖的人想要瞒我一辈子。摩尔金能拼给了戴喵，趁他来满大姐，他跟新明叔的西中阿罗干达能趁他来马尔顿达。洗衣做饭，我还得伺候他。沐浴更衣。这一觉醒来啊，果然精力充沛。是。少庄主，我突然又有时间了，随我去四库阁，我们修书去，给你个表现的机会。人在干活的时候啊。 总是需要一些动力的，这动力我可以给你。你别太过分，你给我！是担心我将此事告诉小雨吗？如果你告诉他，就等于你在骗他。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모절진은 천하를 구하기 위해 천혼 3인방과 함께 유유곡으로 향하고 사방귀를 지내 빠져 정신을 잃고 강물에 떠내려간다. 为何不能娶我？现在肯定哭得哇哇乱叫，迫切需要少庄主我的关心。好你个穆绝尘，居然把我这么一个良田千亩、家财万贯的千金大小姐，给你拐去当了10年的丫鬟。 少庄主是有办法破解此阵。这个阵法，我小的时候便熟记于心。跟着我。要不然，我就掉进那个陷阱里面了。那是谁啊？不知道啊。这世上哪有人能跟我沈大哥比呀？小雨。 무정은 모절책의 사주를 받아 모절진을 죽이려 하지만 실패한다. 少庄主，您现在就是缺一个机会，先身后心呀。如果说他真的愿意为你改变，并且能证明对你的真心，你是否愿意接受他呀？如果是你，你愿意接受一个不会对你坦诚相见的男人吗？ 我无情只杀内心欢喜之人，喜欢看人带着笑容而死，真是特殊的癖好。谷主要去参加新月仪式？什么？哎呀，啊，祈愿仪式？莫非是沈大哥安排的？杀！杀！杀！
떠나는 불현듯 어린 시절의 기억이 떠오르고 모절진이 자신이 찾던 오라버니라고 확신한다. 不好了，不好了！什么事儿？不着急，慢慢来。还不着急，小雨老大都不见了。什么？你敢不敢出来？光明正大跟我决一死战！敢抢我的人，他休了！哎呀！哎呀！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当年我们一起逃出幽幽谷，我会好好的待你。什么小哥哥，什么心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眼前的这个人。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幽幽谷的下人。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모절진은 천화가 준 나비매듭이 자신만을 위한 게 아니란 사실을 알고 실망한다. 10天之内。 我定给你一个交代。这是什么？给你的犒赏。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趣闻，感不感兴趣啊？我跟你说，他最近背着你在做一些事。他最近经常去花恨蝶那儿，可以他争强好胜的性格，这都不动心，难不成？ 모절진은 천어와 함께 밤을 보냈다는 소문을 퍼뜨리고 천어는 복수하기 위해 다른 소문을 낸다. 니코, 千万别说出去. 아, 小雨啊, 少中中没让我说，我是真的没有说。所以你就写出来了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发生呢？是吧？ 二姐，你真想知道？嗯，是谁在毁我清誉？岂有此理！竟然竟敢诬陷本少庄主，缺少阳刚之气。他这是出招了，这叫做诱敌深入。第二，是为了让他彻底的放松警惕。少庄主，你便什么也不说了，这个时候他肯定会主动的向你表白心意的。 모절진과 천하는 깨어난 무정에게 모절책이 모절진을 죽이라고 사죄했다는 소식을 듣게 되는데. 沈兄好俊的功夫啊！沈大哥，你觉得你有的选吗？这有两颗药，一颗你自己吃了，另外一颗找机会下给穆绝尘。庄主，我和少庄主情投意合。 父亲，请您告诉我们，我相信您不会做出此事的。这个，谷内有我们的内应，在下也没见过他们的真面目，你们要小心提防。沈大哥，我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我们沈家世代守护公叔家族。 모절책의 죽음으로 사건이 일단락되고 천호와 모절진은 여러 문파를 불러모으고 혼인 서약을 한다. 死守终生。且慢，我绝不同意这门婚事。娘，这婚事您不说同意了吗？那是在你爹活着之前。你何时当我是穆家之人？这婚嘛，我看不结也罢。 绝不会允许看到你嫁给一个屠戮了公叔氏一门上下几十口的魔头之子啊！不要！我派人杀他，你可有何异议？这本是我该做的。这个你应该认识吧？我穆绝尘，此生只娶公叔羽为妻，而你。 定要服从我的命令。
모절진은 무공 실력을 발휘할 수 없게 되어 모 부인과 천운 3인방은 모절진이 무공을 회복하도록 했습니다. 还是毫无所获。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不要成见的过去的悲伤之中无法自拔。陈儿的武功真的没有一点恢复的迹象吗？庄主拒绝配合，一旦千运山庄示威，他们便会想方设法取而代之。他在干嘛？他在千运山庄举办比武招妻。这穆绝尘的口味还真是独特呀！完了完了。我穆家的优良基因就这样被断送了。霍德，千运山庄。且慢，虽听闻盟主武功盖世，却从未亲眼目睹。希望盟主用事实向在场所有人证明，盟主的实力能够娶到我神力门的天之娇女。这个武林盟主，我下定了，谁若敢拦我，休怪我无情。穆绝尘 천하를 못 알아보고 천하는 모절진이 기억나지 않는 청년기한다고 확신한다. 我就许你开始了。啊什么？绝尘哥他真的不记得我了。哦对了，说来也是奇怪，他说在梦中总会梦到一位小姐姐，我们几个绝对是你。可他昨天见你怎么又认不出来了呢？我看那家伙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所以才假装失忆。假装失忆。绝尘哥，想起什么了吗？ 천하는 모절진의 기억을 되찾게 하려고 정훈아를 핑계로 과거 함께했던 장면들을 재현한다. 订婚화. 苏醒打探了，那订婚画的场景都是庄主和那女魔头共同经历过的场景。那女魔头想借此机会恢复晨儿记忆，将我晨儿占有。记得这张古琴吗？那你还记得素语这首曲子吗？未曾记得。这样，那你可以恢复记忆的丹药。我绝命药是什么玩意儿？ 恢复记忆，那自然是有。你在看什么？没什么。모절진은 독을 먹고 중독되어 쓰러지고 천하가 밤낮으로 그에게 정성을 쏟는다. 之后也要运用内力把毒素排出来。 只不过现在我绝尘兄内力尽失。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绝尘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小雨，少庄主带着千尘和千笑逃婚了，只留下一封信。你是如何找到我的？庄主以为自己躲起来就没事了？没用的，我再给你三次机会，你有一个时辰隐藏。 地点呢就在天佑城内，如果这三次都被我两个时辰内找到，你就输了。回去乖乖跟我成亲。穆绝尘，穆绝尘，你开门啊！我认输还不行吗？开门啊，穆绝尘！庄主，哎，庄主，为了不娶我，你连命都可以不要吗？ 천하는 무정과 서쪽 마을에서 역병에 걸린 사람들을 돌보고 있었고, 모절진이 그들을 찾아간다. 小雨，庄主，赶出去，赶出去，懂了。但是我已经打听到了，小笛子和无情最近在西边那个村子出现过，而且那个村子最近正在爆发疟疾。他和谁在一起？禀庄主，是无情。岂有此理！他们两个居然凑合在一起了！我们即刻出发。早知如此。 就不该放这女魔头出来。找我干嘛？如果你愿意放过这些无辜的村民，交出解药，大不了我便与你成亲便是。不行，我这就要去阻止，我不能让陈儿落入那个女魔头的掌中。
신명수는 모절진과 천하의 혼인 소식을 듣고 신남천 몰래 천하를 유국에 데려오려고 한다. 我会一力承担。哎呀，让一下！哎呀，让开！哎，走起来！快走！走起来！哎，这太老爷爷了！怎么还不来呀？新娘还不来啊？小雨，莫要怪我。 哎，怎么是他？新郎大公，新郎新娘，直花堂前，夫妻对拜。我反对！前夜进入我神里门，将我家母杀害，女魔头，拿命来！ 모절진은 천하의 손바닥을 본드려 이런저런 핑계를 대며 천하를 약올리는데. 母亲，那件这么大事，这位是？这是谨言啊，庄主不记得了吗？六大门派围攻公叔羽，像是他心中不忿，所以现在开始报复了。谨言，好你个木绝尘，不要伤害这些无辜的花花草草。你打我呀！你打我呀！ 你来打我，我得请宽仲的小雨的掌印。让庄主假借公干为由，约谨言姑娘出去小住一晚。明天和神里门的三日之期便到了，速战速决吧。你个毛头衣服！庄主哥哥放心，千羽姐姐不在，没有人会知道的。我和穆庄主定下的三日之约已到，那咱们只好兵分相见了。千斩也不在。 这谁能挡得住这个废物婆娘？穆昭金跟公家交过了汉代路新南城关三五个大哥，参战破过了汉代。我与他在幽幽谷将会决斗，若沈南天斗胆与我一战，我会亲手诛杀这个魔头，还天下以正义。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父亲已经拥有了永盈心经上下卷，还不打算收手吗？可是，你又没有武功，难道去送命啊？ 这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吗？哎呦，庄主，大事不好了！小迪的要替代您去挑战沈南天。什么？你怎么早说？我命令你，不许去！我更有义务去帮你分担责任。那我此刻便休了你。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夫人了。 모절진과 천원은 모삼사의 위패 앞에서 신남천을 꼭 죽이겠다고 다짐한다. 我记得我娘曾经跟我说过，永阴心经的最高心法，其实不是第八重，而是第九重，五艳莺歌，只是从未有人能够参透。公叔羽一定知道怎样突破的方法，你即刻赶到千云山庄。 把那丫头抓来见我。绝尘哥，只要他交出素雨的乐谱，并且告诉我突破永阴心经第九重，莺歌燕舞的方法，穆绝尘，你还是来了。小雨去哪儿了？死了。那我就打到，说为止。我耗你可以耗死他。 신분초월 고장 로맨스, 곽준진 이낙의 두근두근 극복기, 아시아엔에서 만나보실 수 있습니다.